我们根据了这样的不同的特性，我们设计组装成八个动作。音乐 ，Go！ 双手撑掌。好的，大学新闻股份有限公司林敬志副总，麦寮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潘春天副总经理，台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洪崇发资深副总经理，代表我们政府部门呢，三个部门我们等于是三 D 横向的合作。好，也请三位长官将手放在舵轮上头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企业核心价值，或是在不同的健康促进议题上头，推展成效优良的非常棒的职场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大家比个赞，耶、yeah ！以及颁发国立药动奖。谢谢，恭喜恭喜。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五厂，奖金啊，不能忘了奖金哦！来，奖金也一起拍照，我们待会就不大合照了，优等奖。好，谢谢林建南董事长，来，董事长，谢谢谢谢。那这些脚踏车呢，其实我们就把它保留它的踏板跟齿轮跟链条的部分，那我们把它焊接做一个椅子飞轮的一个就是加工的一个新成品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所安排的我的餐盘到底应该要怎么吃比较好。